今天 CA 课特别更新了一个新的模式，叫做王朝模式呢。讲得这么好听，玩起来是怎样？我们就来看看吧。我选的这三只比较特别的角色，没有，都也没有很特别，就都是孙家的角色。我用这三个人呢来饰演王朝模式的玩法。开始。哦，刚开始就是一个很煞气的开局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孙尚香、孙忍、孙策跟孙坚？孙坚，你要射击，你不可以再交战了。快啊，孙尚香！割草模式，割草，割草，哦，好爽啊！怎么会有这么爽的模式啊？根本就是无双嘛，比演绎模式还要更无双。哪个天才做这个模式啊？真的是好爽哦！刚开始先不用点技能，先累积一点，累积多一点技能点再点。刚开始的波速都比较简单。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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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刺杀小，全部消灭就对了。骑兵，孙策，孙策引骑兵，引骑兵冲锋，然后开这个猛烈烈火，超猛！哦吼！尽情厮杀！割草！哎、欸，想干嘛？杀啦，杀吧！等一下，骑兵比较麻烦一点，但是还好。杀！动作快点！快跑！霞光敌军，速前进！哎，不用不用，这。依我看，你已取得了进步。你已取得了进步。加快脚步！拼命！加快速度！瞬间。顽强不屈！来看看瞬间的远程射击。吼吼，又赢了，又赢了！鼓起勇气，孙策好多血，近战建设攻击范围，我靠，这猛！准备好了，停住！开始下一波，继续。还有没有人啊？赶快来啊！
注意！我还杀不爽啊！就这样。哇，把血机调少一点，血机调到40%。那个血喷的真的是很可怕，超恶。做好准备。先射曹操。准备开战。跑步。攻击敌军。做好准备。赶快。准备好了。快跑。曹操。顶住。快快快。在。准备就绪。射击敌军。放箭。上。愿你不会疑心我。本来还想留你一命。发射。准备，惩治敌军。时机已至，加快速度。孙坚要死了，不要！孙坚，快跑！做好准备，鼓起勇气，诛灭敌军，射杀敌军。准备好了，速度快点，赶快，赶快！孙坚，不要，老爸，孙头头。哦，这个弓箭手在射，真的很烦。注意，加速前进，尽情厮杀，加快脚步，使劲杀，快快快，尽情厮杀。瞬间跑，射击敌军，停命，跑起来，在，加快速度，停住。上，冲啊！片甲不留，进攻，加快速度。为了大业，冲啊！注意，进军。鼓起勇气，快跑！快快快，动作快点，赶快赶快，加快脚步，快跑！加快脚步。哎，是不是还有弓箭手？没有。好，结束了，瞬间都快没血，补一下。准备就绪。孙策也没血了。哇靠，孙仁有四点技能点，不错。给你加个近战攻击数，哎，不要，让你开多一点技能。继续下一波，孙策。那边有两六骑兵，先射骑兵。万箭齐发，快速前进！赶快，给我射击！挺住！抓紧，快点，加快速度，跑步！速速前进！孙策，孙策杀前锋。杀敌，割草，孙策。停命！快快快！抓紧！做好准备，速速前进！快快快！跑起来！动作快点！尽情泄愤吧！时机已至，放！做好准备，片甲不留。上，跑起来！准备好了，杀！进军！哦，真的是有够爽！准备
比真三八割草还爽，而且又顺畅。加快速度，杀光敌军！不要留情！注意，上剑，顽强不屈！哎，这么快啊！这波我花第四波我花了两分钟，继续累积一点技能点啊。射这个骑兵。这远程单位真的挺强的，射这个300多人的骑兵，哦，疗愈啊！开始割草，哦吼，这边又有一个300多人的，好爽哦！哇靠，超爽！各位看好咯，看好咯！尽情厮杀！嚯，疗愈啊，这么疗愈啊！好爽啊！怎么会有这么爽的游戏啊？停住！啊，50%伤害抵抗力，很好啊！我孙策常常冲前锋，当然要有。瞬间伤害还是满。那就继续累积技能点。速度前进，快点！有什么来自孙子的智慧吗？哎，公孙瓒，居之甚少。我靠，一次来两个，一个赵云，一个公孙瓒。先杀将领啊！这两个将领真的很鸡掰。片甲不留，快跑！速速前进！给我射击！给我射击！报！现在，弓腰机要弓下腰了。感觉你有点孩子气。为了大局。感觉你有点孩子气。哈哈哈！好，怎么那么好笑？感觉你有点孩子气，我身扎死了，不要顾着孩子气，开个技能。时机已至，杀光敌军。
片脚不留。瞬间，加快速度，速速前进。上，鼓起勇气，诛灭敌军。给我上，做好准备，杀呀！诛灭敌军，砍翻他们。在，速速前进。啊，孙子死了。可恶，被乱军杀害。加快脚步，注意。没注意到，那太多了。速速前进，杀呀！尽情厮杀，平命，快跑！杀光敌军，杀！冲啊！停住，加快脚步。生人不要死啊！赶快跑！哎，生人要恢复血量，可是刚技能杀杀杀杀，进攻，冲啊！不要留情，准备开战，快快快！杀光敌军，片脚不留，进军，杀呀！哎，这不不不不不。瞬间不要死，诛灭敌军，诛灭敌军，杀，不要留情。嗯，有点鸡巴多哎。杀，注意，片甲不留，赶快赶快，尽情厮杀，不要留情，杀呀！左军战士，我靠，这好猛。快啊！哎、欸，吼吼，杀好多人啊！这个真的要补血，再不补不行哇！这远程速度，准备就绪。我看起来都好猛哦，好像点哦。点这个鲜血之怒，加200%近战建设攻击范围，吼吼，看起来超猛啊！我们的身侧看一下，找到他身侧的尸体，好像找不到。哇，一山有一山高，尸体有一山高。快速前进，速速前进，加快速度。瞬间射弓箭呢、啊？瞬间就是拿来射箭的、啊。放箭，看一下。这个骑兵没什么用啊，插过去就对了。给我杀！杀！诛灭敌军！跑起来！顽强不屈！往前！进军！顽强不屈，准备就绪，进攻！鼓起勇气，放箭，加快速度，准备开战，尽情厮杀，准备就绪，跑起来，鼓起勇气，杀光敌军，加速前进，做好准备，
拿起武器！停住！片甲不留！来喽来喽！吼吼，全死！进军，杀！优秀！诛灭敌军！加快脚步！停住！瞬间！片甲不留！进攻！时机已至，动作快点！杀光敌军！杀！杀！杀光敌军！冲啊！快快快！快跑！跑起来！加速前进！不要留情！误国讨贼！跑步！哇，割草！优秀，超疗愈。做好准备。再补个血，继续杀敌。做好准备，加快步伐。等候军令。还有敌人在哪？哦，这个，先射骑兵。哇，白波骑兵。生人杀了4000人，生煎杀2000人。拼命！加速前进！拔剑！杀！进攻！近战！尽情厮杀！进军！有没有看到这群废物集中在一起啊，跟我杀、啊、顽强不屈，诛灭敌军，生人，注意，来来来，尽管包围生人，我这个开下去你们就死光光。哦，疗愈，开始有点那个喽，杀光敌军，这游戏太疗愈了，第八波，拼命，尽情厮杀，不要留情，进攻，注意，加速前进，砍翻他们，尽情厮杀，不要射弓箭呐、啊，废物。震慑的，不要留情，杀！片甲不留，死啊！杀光敌军，是什么兵？回收兵，看起来很废。三点要点什么？一点可以点一个远程穿甲伤害。鼓起勇气。再给生人补个血啊，生人又没血了。继续啊，第九波，割草模式第九波。赶快！我又是曹操。听我指挥。这是来袁绍。靠！这是三个将军呢、欸。
强误区，跑步，跑起来，准备拔剑，杀呀！快快快，发射！准备好了，片脚不留，进攻，进军，进攻，做好准备，进军。射杀敌军，速速前进！我感觉会输哦。赶快，赶快！准备就绪，杀杀！闪光敌军，动作快点，不要留情！诛灭敌军，赶快，赶快！射击敌军，射击，加快速度！攻击敌军，鼓起勇气。准备开战，进攻，跑起来！哦，孙坚要死了！靠，孙坚也死了！杀，加快速度！孙坚也死了，只剩下孙仁、孙尚香一个。闪光敌军，快快快！靠，有点多哎。加快脚步，先跑。速速前进，不要留情！赶快，赶快，快跑！动作快点，诛灭敌军，进军！加速前进，杀！尽情厮杀，快快快！啊，完了，死了，人超多。成活九波，好爽啊！